中华观音会目前正在召开临时会，本届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审查管府提案的中华节运洛江线可行性评估报告。想要到这份报告，率在议会审查小组被全体议员退回。多位小组议员无分哪日，搁召开记者会，要求管府中做可行性评估报告，等待资料完毕了后，而且该向民众说明清楚，才搁送议会审查。中华捷运洛江线的可行性评估案送到县议会审查，小组议员专属认为，县府准备资料不够完整，决定退回。彰化12-13万人加鹿港8万人，有足够的运量去支撑这样的营运系统吗？我们本小组都非常的怀疑哦。最后我想，整个小组希望彰化县政府尽速的去完成我们提出的相关资料的补齐以外。应当在正式提案、再重新提案之前，与彰化县相关有关的议员，要再进行更细致的讨论。甚至要加开地方的居民说明。多数议员表示，这温度江线计划，包括财务规划以及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影响等等，拢无详细说明。设站了后，周边的停车问题更加细部讲到。当你的站体，大家是非常希望说能够疏解交通问题，但是你不能带你的停车问题，你没有解决的话，你是会带来附近居民更大的困扰。依照管会计划，中华捷运洛江线全长大约21公里，总经费大约262亿。提案被议会退回，管府表示将赶紧补充资料，会伫后届定机会时阵再向议会提案，而且争取全体议员的支持，昨日送交通部审议，取得中央核定。大众新闻，中央中华采访报道。